せてのゲームからだよ。えそう。トービー、トービー。夢開始之前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。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Let's go.都收到了。我收到了呀，那你要从那边的羊驼那边冲过去的。没有，我要去吃个蛋黄。哪家蛋黄在那边了？有没有熟的？这边一点。有。那你怎么我爸做哎？有。OK， 我走到这个，应该是可以转了哦。你们已经转了啊？是哎，有，我转好了。这里有一个打斗工，是那里的路。啊？哦。然后这里也是可以啊，不过他说不到最远的那个特许池。然后我们走看。啊，这里最多两个。哦、oh, ，Let's go。那你就要去到那个，可以啊，靠近那最前面那条，我们走。可以啊，可以呀、啊。进得到那个障碍，可是我们打不过，都没有人一起。可是可以转吗？你看可以不可以转到那个球那个蛋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所以我们不靠近。哎、oh. ，可以哦，我们再靠近一点。哎，原来这里可以。这个红色的可以。啊，继续打一下喽，可是一定不赢啊。我看到，我看到。你不是有一个 team 吗？没有，反正没有试过来按。三、二、一，来，一直按。哇，这不一样了，它会转那个。我按一直按。按了。你们一定要撑完，是啊，要撑完，因为你有一个任务是要打这个人。啊，安卓呀，没有看到我吗？哦，我们要六只哈，六只来打他呢。给大家体验一下打瑞是怎样的吗？一直这样按啊，手指都会。手指都会受伤哎！哦，可以闪掉的，你这种种是种。闪掉！我是这样子啊，我手痛啊。我最后一个，我也是要掉出去啊！169秒。因为我在等，我不可能出去了。你要等我一下，40多秒，来，大家要撑过啊，要撑过啊。输、啊、输是输定了啦，因为我们连他的一半都没有拿到。结束啊！结束啊！来，可以再转一个老公。这是一个经验啊，打 red 的经验。所以没有三个人是不够的。三个不够啊！来，我们继续走。我走，可以走多一个球了。又会走回去收的。那边不用走回去了，这样子收的。这可以喂他吃东西吗？有的抓他了没？他就是他的 Pokemon 啊。哦，他的哈。
跟刚刚打的是一样啊。对呀、啊，可以一直打的吗？没有没有，刚刚可以再抓。对，一模一样啊，他是之前有赢过。哦，就是抓的是、啊。之前有抓到过。抓 Pokemon， 咪，你有这个齿轮吗？我是刚看的。啊，齿轮。你阿斌有？我抓齿轮。你有哎？我抓，抓错嘛？你可以给他看，你可以给他防离嘞，他会他才没进化了。啊，没有信心，有点。啊，我两颗。Let's go。等一下，我是要。哈哈哈。